在乎你一次机会，注定永在那里。就算兵变，我也痛。好，我讲，注定永在这，你滚过不都来了。女巫王，快做我一定将他困住。好，徐文帝，天官府，公公孙敬，众多不定，用计出发，先跑就是。因为两营之人水火相敌，有困兵在率领出，众人困住，有得掉吗？国军不稳如下。有将军一定，瞬间脸上都发癫癫化，众人无无可敌，已成失血之势。不妙，再来就是真正多足，要归来做红船的渡罗关哥吗？哦，这件兵在说回乡，五虎红袖之气，刀刃破风而出，飞枪红枪出口之枪。进行要吹寿命之香，水从不啊啊！木香斗片，轰隆树木，无痕之力，三度发兵，行其无形。十一，一种实力，用。天辉是你所杀，因公是该死无求，但现在你要不暴露，该死好！一个怒气冲天，水花起来三道巅峰之力，气战有力，不要是肉轻皮，臭骨扬灰。女主啊，您快去，我一来不及了。那你，我与他安然无恙，快走啊！啊，好，自从我能当出当日好，三公文公，祝您救文官，文文雄软，用我名出现一六一支之枪。自己要归乡了，去听路桥，好，不够再出，是从我一行送心下的吃屎。是你们朋友恨我吗？最棒！听路桥去，就跟谢文坤的后官再战一仗。好。梁志平，放开！小勇君，老子有勇之心。我此时突见江风，西关拿龙。自从我乱有机灵了，那是最后一次机灵，正要报仇，这个真正的刀光插路。我真实在，还无下最深，可是雷厉风行。但是从我为是本身，一定动归已尽。小龙君虽为政治透明，只怕这条路一定杀人动行路。为夫的孤剑之灵双空之道，多功四侠。注定是伊，我今注定千载无人见，青山如诗，不败风度心，宫廷如诗，也不改灵魂体。正心若中我种子，亦在此，
然后随灵摄影。哦，今日一召唤，确实本事了。进入的瞬间，必定让气恨。想将我求好救人，也是看是否将冰山雪求好留情的本事。悉听尊便，将将我之将，让兵将你多少，有何不可？在此之前，请你先看一步。一无所识，我不得鸟你之脚，你不要留心。哦，哦，静下的脚脚，天地两混沌，天坤万吨。一重塑真相，是希望一定的印记，但不会犹疑。眼前是为了重塑，万不会失从我见鬼。用六高一。您伤势不轻，请让我为您温完医治吧。多谢宗主。你的心伤，我已替你疗好变形，但你提来原有的丁伤，就是一时不明气息愈发所致。莫非是当时手握魔鞭所残留的戾气？服下这粒大化丹，可以调息两天，用可炼化出血。谢崇岳，你之前真正因为这体内丁香秘入，吃了惭愧，何况在宗主帮忙，这下真正因何得福果？你气息未定，是体内内源不稳所致，即是得天独厚，应该好好练习文化之人。你之前都无可计量。一概三修：修心、修亲、修心呀。心会，多谢你的援手，我要回分晓王所接生子。随从我，咱回同母蒙德。我明白，父母，待我伴孝勇君，免你交代本姑在。行吧，本姑陪你回去。不用，我免客气。今天你让本姑有一点点啊改观咯。乌鸦在翁，天亮将会来到。众人已是万木从移。太失望，熊六高，你熊一死了，竟然死了，哦！谁从外？山中看你一人在树下看书，我甲伊前，伊只静静，只有微风声与落叶声，无甲伊同文梦点吗？我山中看得出来，来只树下，并非出自你本愿。我不是。我给你说过为情，你是有你的母亲亲自将你送入梦境，奇怪是
早前却是你的父亲杜伊受受困窃殃痛，伊虽已希望托梦梦到，仍是你发挥天赋，一定所中的所在，也是你结交益友，体会人生之处，定能是你开拓视野，好好看看这个世界的起点。父亲，有时候人为了成就自己所爱，也不得不对所爱残忍，对自己残忍，因为亲弟无残忍的挂相，就无最后圆满的修行。有一天，你也成为一个残忍的人，因为你心中终究有一个你必须成就的爱。我，你是一个幸福的人，过去是，现在是，未来也是。三者相信你有智慧，能看得清楚。三者，是从我